进来。Hello， 大家赶快进来哦。我觉得这边光好像还不错，蛮亮的，对，很亮。现在几分？我们今天迟到了多久？迟到了，我们刚好 C 几。我们在，因为今天原本的位置有点背光，对，所以我们刚刚临时调了一下位置。大家应该还在上班。每个礼拜都在上班。有人说他们看这个时段的直播是一边听耳机，然后听我们讲解。说你好可爱哦。什么？真的没有。我们等人进来再开始介绍。今天留言加分享会抽三个人送。洋装哦，很超值，长洋装。想知道隐藏版人物，其实等会就会来了。对啦，其实也还好，很久没有出现。嗯，嗨，我们等人再多一点进来，我就先介绍我身上这件穿搭。大家有去东区的那家咖啡厅吗？它叫什么店？Dazzling。我们又没有摆给大家看，oh, 我们结束就收掉了。我以为大家可以看，吊带洋装是这礼拜新品，隐藏版新品，都没有人发现它的。其实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对啊，还有三个颜色是吗？对，它有三个颜色。对，因为也可以这样搭。我想说，官网其实是搭细肩带的洋装，我想说也其实也可以这样子搭。有人说这个领口的这个荷叶跟这个太搭了。哦，刚好对到。对啊，而且它不只是雪纺而已，它上面是有点点的哟。对啊，不知道拍不拍得到。还是你可以先开始介绍了。好啊，我先开始介绍。OK， 好，那我就先从洋装开始。有人问我说这件是不是有点透肤？它就是，它其实是非常的透，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罩衫，就是你要穿成当罩衫，所以你里面一定要搭裤子哦。它不是一般的洋装，或是你可以搭长版 T 恤，就是可以盖到大概到屁股以下的 T 恤，也可以就直接搭这件，也可以，也很好看，就变成洋装了。但是因为我现在里面是没有搭，我是搭裤子的。韩妞好像会搭牛仔裤。嗯，如果你不怕热的话，你可以搭牛仔长裤，但我觉得有点热，所以高个也蛮适合这样搭。对，搭牛仔长裤也很好看，因为官网好像是搭。牛仔长裤，就牛仔裤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有人问你上衣针织现在穿会热吗？针织哦，针织多少应该会比较热一点吧。但是它的这个针织是算蛮扎实的。等一下我把这件洋装脱下给大家看哈，就是看里面的那个上衣再介绍，然后我再介绍继续那个洋装，它这边有绑带。这个绑带是不可以调的，因为它就是固定的，它是你不能想说把它绑短，因为它就是这么长，对，它就是这么长，你只可以绑结，对，它只可以绑结，你想要再绑结，所以就是它就是固定的高度这样，好生活，然后它这边是有拼荷叶边，是有松紧的，这边胸围是有松紧，所以。你穿脱的话就是蛮方便的，就是这边是可以松紧，前后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没有看哪边是前还是后。前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有，我不知道我们穿反，没有，后面是平的，前面是，前面也是差不多，应该是前后都一样吧，只是我穿起来会变这样。那个叫什么？洋装跟皱皱裙不一样哦，这个上面还有点点，那白色好像看不太出来。有这个。还是要把手伸进去，这样。它是皱皱布的白色点点，雪纺的点点皱皱布。罩衫它是透肤的，所以一定要内搭。所以我给大家看全身，我想要如果搭
球鞋的话，这样就很好看。穿起来的话，好像会有点前短后长，但是应该不知道，它应该原本就是平的，只是穿起来会有点不一样。你有要脱下来让大家看上衣吗？我给大家看一下上衣，上衣是我们这次的第一名，对不对？你还到镜头外去脱？对啊，不然就很有点奇怪。针织，会不会热？其实因人而异。这个应该会算会，如果怕热的人应该就不能穿在外面，因为它是针织的，算有点扎实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觉得35度以上不建议。但是办公室我觉得一定 OK 啦，因为好冷。我们最近办公室修好冷气又变好冷。这个花边是比较硬一点的，然后这个比较软，这个比较软一点。嗯，有人说灰色会在补货吗？这个灰色卖完了。我不知道哎，还灰色卖完了吗？我刚看好像还有哎，我是喜欢绿色，它的条纹也很特别，是这样，1313对。然后我最喜欢它的配色花边领，而且重点是这件只要390块，我觉得很划算。而且它虽然是螺纹，但好像不会太贴身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它有点宽松，因为螺纹通常都很贴，但它好像不会。它这件我觉得穿起来是就是不是合身款。是有点宽松吧，这样，松松的。其实不扎进去也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就是刚好这样搭，但因为扎进去比例会看起来比较好。有人问裤子，裤子是明天的新品。嗯，不见了。哦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再穿。嗯，刚刚没有看到这件。对啊。等一下可以示范奶油裤给大家看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明天的新品，稍微先曝光一下。我们明天有个特别企划，等下最后应该会再给大家。灰色 S 没了耶！真的假的？哇，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一件。哪件绿？上衣啊，灰色没了。换雅雅。好。今天的隐藏人物一，雅雅。大家最喜欢的雅雅。没有啊。我今天穿的是那个现在三就是上架之后399，对，限时3天的特价商品。然后因为有人问我说，如果是身高比较矮的人穿可不可以？但是我自己穿好像很，你穿起来为什么跟雅洁差不多？跟雅洁差不多。对啊，可能就穿高一点。我没有特别穿高一点，就是卡在腰比较细的地方，可是前面看起来好像会变。前面比较长，但是后面是有到小腿肚。这看起来比例是好的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件它是整件都是压皱的，就是下面整件压皱之后，下面还有拼另外的拼接，就是不是没有体的，对，不是这边还有拼接鱼尾，这样，然后有内里。这是蓝，这个是蓝色的，可是另外是绿，绿色，就是只插在那个格子的线。配色，对，其实如果比较想要夏天一点点的人可以选绿色的，因为绿色的蛮特别的。然后什么大家都在说外套，外套是下周的新品，外套是下周的，有百搭款，它是比较短版的。然后裙子腰围是松紧带，它这一件好像比上次大家说很紧的那一件再松一点。你说咖黑格的那个，咖格跟绿格的那一件。对对对，这松紧带没有那么紧，腰围没有那么紧，可以吗？还可以拉蛮宽。还是你比较瘦？没有啦，因为它真的，我自己穿起来是觉得没有束缚。对啊，这样，然后背面的样子，然后像它这个裙子上面有黄啊，有蓝啊，就可以搭配这些颜色。像现在雅雅就选了一个黄色的针织削肩背心，也是明天的新品哦。对，或者是可以搭字T，在里面应该蛮可爱的。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是有内里，可是因为它其实表面跟里面都是比较薄的，所以如果你穿深色的那个内裤。对，还是会痛，就是还是会有颜色。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裤裤。对，然后外套是下礼拜是8月几号？是8月十几号。雅雅外套穿 S 号吧？对，我穿 S 号。S 号的，还是要先介绍外套。你可以稍微让大家有一点期待感，稍微介绍一下。
就是外套它我做这一件它是短版的，就是因为之前的都是做比较长的，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比较娇小的人也可以穿，所以我就特别做比较短版的，然后它的下摆是不修边的这样，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穿都会穿往后，所以看起来会更短，但是其实它穿正常是这样，然后还有吗？好看，好清新，好好好，下一套奶油裤。我刚才换了一件裤子，这是新品上架的奶油裤，应该两个颜色比较一下，这个比较黄一点点，对，这个它是奶油的颜色，它镜头上没有那么白，它其实算有一点偏米色的白，米白色的，不是纯白的，不是纯白，所以我想说这样子搭好像可以，然后如果再搭草帽，怎么讲？如果你再搭草帽的话，对，如果搭草帽就是有那种黑圈的，好像就会很好看。裤子的话，我穿的话，就是腰围是差不多的，其实不会太松，就是刚刚好，可以再拆两个手指头，就是刚刚好。裤子的波浪好爱，大家最近很爱波浪，刚刚那个上衣也是波浪，我觉得蛮修饰的，就蛮修饰腿型的。有人说上衣好特别，上衣卖，我觉得上衣是很多人在看，最多人观看，对啊，大家好像可以买这件CP 值满分，对，而且它也才390元，390元有两件，这个蕾丝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它这个是细肩的，就是有点带有点金虫，然后它这边还拼另外一条蕾丝，粉红色也很好看，但是黄色我觉得比较适合今天的夏天的感觉。要不要你在看吗？上衣的话是有点透的，所以会就是如果你单穿的话会有点会透出来，就是可能它在搭里面可能加 bra T 或是小可爱的。这样子，这个里面这个白 T 加外面这个蕾丝才390元。我觉得这蕾丝洗涤的话，可能要注意。刚有人问，会不会容易破掉？可能可以放在洗衣袋里面。我觉得这个不要洗好了，你可以放在洗衣袋里面啊。哦，洗衣袋会比较保护。洗内衣的那一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有蕾丝、比较质感、比较薄一点的，但是很细腻的感觉。就是可能洗涤上要注意一下，还是 Peggy 你要不要教大家这个蕾丝背心除了这样子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搭法，还可以搭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衬衫吧，米色的，而且秋天快到了，我觉得如果衬衫面再搭这个小可爱应该很好看，就是那种比较合身一点的衬衫，白色衬衫啊，或是米色衬衫、淡杏色衬衫，我觉得都可以配黄色，应该也很好看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字T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搭字T。裤子有人想再看？裤子不是，裤子是斜纹布，不是牛仔。对，它是斜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手洗也可以哦，手洗一定可以。我就反正就这样泡一泡水，洗好。裤子算中高腰吗？好像算中高腰。我们现在比较少做低腰，大部分都是中腰以上。中腰。对，然后再依据个人的身形穿到高或是中。对，好，下一位隐藏人物要出现了哦，大咖的来了，很久没有出现的哟。该我了吗？对，该我吗？他 stand by 了很久，刚才自拍了，嗨。其实今天的那个隐藏来宾其实也不是我啊，现在是你、啊，已经变成你了。其实我刚问说。我说可鱼，今天你的特别来宾是谁？我们有请到谁啊？然后他就说，其实是小姨。因为在 IG 就是我们不是有做那个发问的嘛，然后就看到有人说想要看小姨直播，因为很喜欢她的穿搭、然后也有看到有人说这礼拜的款式比较 lady 一点、然后小姨又染了一个新的头发、对，我想说发型蛮好看的，对，我就想说那今天邀请她来，结果她今天不舒服，对，她今天请假，我就说我想说奇怪，我们有请到什么特别来宾我不知道，想说 是哪一位特别来宾，结果没有，然后后来说她很难请、对，我又失败了。你失败了，就是我，然后我今天就是
想说好，那因为这周的新品其实我有蛮多件都我蛮喜欢的，我的唇彩是 Armani 的新品，然后哇，爱心洗版就很蛮多我喜欢的，然后我今天会借，对，我是代班的特别来宾，然后我就想说穿我这周我喜欢的商品，然后我今天挑了这件是那个瓶口的，对，不是一字领，但是它现在，因为我发现那个很多人不喜欢穿拉下来，然后我刚刚是想说试试看说不要拉，那其实不要拉也可以，因为它的这个荷叶其实做的蛮长的，然后做的蛮长，其实像我就是我自己喜欢可以折手臂的衣服，然后这样子穿起来就其实还蛮修饰的，就是好像其实也不用就是一定要拉下来，那它其实拉下来也蛮好看的。然后我搭的是 AA 的那个韩国制作的那个牛仔裤，不是穿 M 号。阿甘昨天也穿这个，说很好看。对，很好看。那阿甘他是穿 S 号，我是穿 M 号的。那我觉得这款是真的还蛮好看。然后那个 PS 标我也没拆，就当做装饰。然后它如果拉下来的话，其实因为我里面是穿那个小可爱，就是拉下来是长这样子。那我是把它扎进去里面。拉下来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看，因为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肉肉的女生，其实你露出一点点肩膀其实就还 OK， 我觉得好像是可以，就是你白天在办公室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往上，对，因为其实你打电脑其实它就会一直往上，所以但是晚上要出去，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小酌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拉下来，对，再拉更低一点可以，就是一低一点，条纹上横下直，哦，让大家看得很仔细，这件好像是阿甘的宝宝，对对，我有发现，对，这件很可爱啊，这件颜色，那我很喜欢黄色，所以我就是觉得还不错。这个，牛仔裤推荐浅蓝还是深蓝呢？我觉得的夏天应该是浅蓝，但是因为如果浅蓝跟深蓝的话，一定是深蓝比较显瘦。对，这样可以蛮中肯的吧？对啊，就是可以这样。那我等一下，我下一件想要穿那个就是细肩带，我已经穿两色了。那你等下可以穿，你可以等下可以穿洋装。我找到黄色在楼下。那你们等下有分配到有人穿那个洋装吗？哪一件？雅洁今天穿那个，因为那是今天的礼物。啊、哦，今天礼物没有。我有比之前福气一点，有没有之前那么骨感？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变瘦了？我刚刚在看你的背影，还觉得你变瘦了。是我脸关系。我就是没有瘦啊，我不知道我有减肥，但是。没有瘦，不好意思。内搭是 Flory 的那一件吗？内搭就是花背后是花，不是，内搭是另外别件，但花的那一件我买了四件。有人我想问鞋子，鞋子哦，搭配大荷叶会不会很难驾驭？不会啊，因为其实它不会很难驾驭，很好驾驭哎，它就是整个都遮住。就是我是比较肉肉的女生，这个大荷叶我也觉得不会显胖哎，就是因为这边下来好像是这样下来的感觉。啊，哪里有福气啊？是脸的关系啊，还是我刚刚整到哪一个角度？应该没有吧？我去换下一个，感觉比较显瘦的，比较合身的，对，比较合身一点的。好的，下一号。刚雅说我穿这个人家护士，不会啊，这是约会款啊。我喜欢这个蓝色很优雅。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戴帽子的话，就是可以去约会，跟男朋友或老公。这样比较。像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件，这件穿起来不觉得会有一种身材很好的感觉，就玲珑有致。因为这个吧，因为要做这个瘦腰身的，它会让你看起来很玲珑。对，看起来，你看镜头上面好像就是被这样拉。因为我穿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很玲珑。它跟我们平常的洋装比起来，就是它前面有这个，不会那么宽松，会比较我整个入镜，会比较修身一点。我觉得这件我爸爸应该会喜欢哎、欸。对，好像很就是所以取名，我穿我爸应该会觉得取名叫做约会款修身洋装，就觉得女生穿应该很好看。对，然后这个蓝色很甜美，对，这蓝色很气质，很有气质、就是很像古典的那种。欧洲的那种感觉，仙杜瑞拉，
然后它这边有这个松紧带，对，松紧带这边有做松紧带，但是不会太紧，就是是舒服的。我反而觉得好像有一点松，不过就是适中的感觉，嗯，不会紧啦，这边不会紧，不会。然后肩膀的话，这边有做那个蓬袖，一点点的公主袖，但是不会太蓬，对，不会太蓬，因为它材质比较软一点。领口蓝色好像是比较淑女一点，但黄色我就觉得蛮有活力的。嗯，黄色比较适合下，比较适合出去玩。那蓝色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适合约会。孕妇可以穿吗？是几个月的孕妇？孕妇哦，三个月应该是可以，八个月就不行。对啊，这个有点，因为这边有点，因为它这边有打折。对，这边有点。可是有的人三个月肚子还很小的话，那可能可以。对。先杜瑞拉可以去建工，我看一下怎么长度，看一下怎么，这、就是短裙，蛮可爱的啊，这个抓皱，那因为它有做一点腰身，所以会比较有腰有曲线，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曲线。后面是做拉链的设计，对，短裙配白那个白底白布鞋的话，就会比较休闲一点。有人说好媳妇洋装，好媳妇。这个好媳妇洋装才590，这件才590，它是雪纺的，很舒服哎、欸，蛮凉快。吃喜酒也可以，吃喜酒也可以。对啊，蛮优雅的感觉。嗯，我喜欢它的，我很喜欢它这边，因为不会看起来很太壮，对，是刚刚好的。好，这叫 girly 约会款修身小样 girly 嘞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对我取名的方式有什么意见？好，那我去穿下一套。还没有人要穿吗？我再穿一套。噔噔噔噔噔噔！我又换了一件洋装，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穿洋装。它是洋装吗？不是两件式吗？它是两件式的，就是其实这样穿三件。这样不是洋装啊！它是长裙跟背心两个分开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一件很特别的是，它背面是那个绑蝴蝶结的。背面是绑蝴蝶结的，所以可是如果你自己不会绑的话，因为我没有试过先绑好之后再穿，我不知道穿不穿得进去、欸、你觉得穿得进去吗？如果先绑好，我觉得可以、欸、因为它好像不是很紧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自己想要单穿的话，就是里面可以穿 new bra， 对，暴露的那种，就是如果去海边的话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买这一件很划算，是因为如果我想要穿洋装的样子，就是直接像现在这样穿。然后如果你不想要穿洋装的话，好像下半身搭牛仔裤也蛮好看的。还是你等一下换给大家看？好啊，我可以下面换牛仔裤。它这一件是这样子，背心跟长裙这样子两件哦。那当然你可以分开搭，长裙也可以，就是也很好搭。对，然后上衣是。雅雅穿的是什么颜色？我穿的应该是黑色吧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很浅的蓝条。我把灯关暗一点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嗯，拿不起来。这样，它其实是要实体看才会很明显的差别，我觉得。这样，这个比较深，这样灯关掉蛮明显的。对。然后它的红色也很可爱，但是红色现在不在这边。如果我自己买，我会买红色，因为红色配牛仔裤很可爱。刚刚有一群同事冲过来看这一款，因为他们说好可爱。对啊，这件很可爱。然后它旁边也有那个口袋，然后腰围是松紧带的。有人问你这样会热吗？会热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里面你如果不要搭太厚的，其实还好。而且长裙其实下面很凉。对，然后长裙里面有内里，所以不会痛。如果你真的很怕热，就可以不要穿里面那个 T 恤，然后你转后面就会这样大露背，因为就穿 bra T 啊，对啊，就很凉，超凉。这套装是890，对，然后它的肩带是不可以调的、哦，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单穿的话，可能是你要扶，就是穿起来不会太松才可以这样穿，不然就会变成会曝光。应该还是建议里面要内搭一件。雅雅穿长度到哪？说裙子吗？嗯、到小腿肚下吧。嗯，脚踝上面。对，这样。
它其实蛮凉的，因为它下面是大圆裙，然后我等一下再去换下面，如果是搭牛仔裤的样子，然后等一下换蓝色的背心。想看红色，红色不在这。对，红色不在这边，我会推红色，因为红色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先去换牛仔裤，换下一套。这个也上架了吧？裙子啊，裙子是这周了的。裙子，我穿很合哎、欸，腰围。你是穿 S 吗？嗯，对，我穿 S， 然后腰围是刚刚好。它算是高腰的哦，裙子蛮高腰的。就是刚好，就是比例看起来会很好。然后这个绳子啊是没有办法拆掉，是固定在，就是固定在裙子的腰围。然后你可以，可以拉紧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再拉紧，因为现在腰围是合身的。应该是比较像装饰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装饰带。但是如果拆掉的话，应该也会很奇怪，因为就会变成两个洞。Yes。你可以绑侧边。绑侧边的话，好像会怪怪的。绑正面只能绑正面比较好。而且它扣子是故意做三颗扣，这边，蛮高腰的，看得到全身。上衣是上礼拜的吗？上衣有，不知道，我看挂在那边呢、应该上礼拜。黄配牛仔。因为这个黄我觉得蛮适合夏天，应该是已经上架了上面。你看得到吊牌，给大家看，质感雕花短袖上衣，这好像是上礼拜的啦。质感雕花绑带，短没有绑带，质感雕花短袖上衣。哦，短袖上衣，那大家找一下。裙子，对，有点复古的感觉。会热吗？上衣还是裙子？裙子会热吗？哦，裙子，裙子哦，没有，它的厚度算是中等，就是不会到很薄的，就是一般的牛仔，算是中间的厚度吧。对，热不热的话，可能还是要看因人而异。但是因为它是做高腰，所以就是要看一下。然后蛮显瘦的，觉得蛮显瘦的。我们要分配一个人穿送的那件洋装哦。哦，洋装哦，有其他颜色在上面吗？嗯。显屁股，裙子会显屁股吗？会吗？觉得还好。我觉得是修，是显瘦的，就是显瘦的那个臀部，因为它是中高，它是高腰啊，它不是中高腰，它是有点高腰了，所以应该会比较有曲线。我没有故意去。好，上衣我记得还有紫色哎、欸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嗯、好，那下面一位。哎、欸，你换另外一个打法了。结果我以为你要换短裤。哎、欸，短裤、啊，好，还是要去换短裤。没关系、啊。这样。刚刚雅雅的那一套套装，她把它如果只穿上面背心，没有搭下面的长裙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背面一样会有这个布子，这样很清爽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配色，这个是浅蓝色的，嗯，然后刚才穿的是黑色的，这真的是蛮可爱的。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对啊，我看谁？你要 cover 一下。我好了，对啊，他已经结束了。我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刚只是补充这个。好，噔噔噔，我换了一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服气的，比较显瘦的，需要帮你拿哪一个配件吗？你配件好像有一点多。我最近因为真的有在减肥，所以我真的有在喝水，但是要加冰块。嗯，就是，但是真的认真在喝水，然后。然后我换了一个比较连身的，对，这双配件太多了。就是这周也是
这件是第一，就是跟刚刚那个条纹的花边，它是一套、嗯，因为我们都一套的搭、嗯，然后大家好像也都一套的拿，因为我看数字两个差不多，两个都是第一名，想大家应该是被搭配烧到了，嗯，然后它就是比较合身，然后我是穿了，我已经穿了两个颜色，就是灰蓝跟黑色，这第三个，对，然后其实这个三个颜色我也都有买，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的，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要。就走那个什么辣妹路线，嗯，有人说洋装好辣，这洋装的颜色我都觉得蛮漂亮，因为它的粉红色跟那个蓝色都是带一点点烟熏灰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可爱很甜美的，它都是有，我觉得是蛮有质感，穿上去你不会觉得很太甜，对，就是你都会觉得还蛮可以搭，然后我其实因为它是细肩带的，所以我必须都一定要再穿一件外罩的。然后其实这三个颜色我都穿了不同的外罩，然后有衬衫，有牛仔外套，跟有那种比较棉麻感觉的。然后肩带不可以调，然后它的布料原本就是有点弹性的，然后因为它有纹路，它这个纹路我觉得也是蛮，就是我觉得是蛮有质感的。就是有这样一坑条，可它又跟一般的螺纹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有一点像树，哦，木纹，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像木头，就是、有点像树干的那种，比较有点稳重的感觉。那因为应该要绑结吧，不带子，应该带子比较好看，还是找别色？对，我最喜欢哪个颜色？我最喜欢是黑色，因为黑色最显瘦，因为我现在黑色最辣。对，我现在其实要那个。缩个肚子，对，这件不可以调，然后我往后好了，就让你们看。其实我都是穿球鞋，对，就是，而且它的长度也真的是蛮辣的。这个长度，你要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背后的长度。不知道会有内裤痕迹？不会，好，就是可以转回来。可是我觉得还好啊，不到很短哎、欸，会很短吗？你觉得？觉得算短吧。算短哦。对。这样算短。如果没有穿外套，就单穿。但是因为我绑结绑比较高啊，我觉得看起来比例比较好，就露一点点。但其实它如果不绑结的话，我等一下我把它拉下来。不绑结的话，其实它是这样子，你是可以就是遮住的。但是其实绑结起来，哪里找来的？其他款的。绑结起来，我觉得比较比例看起来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比较辣的洋装啊，其实就是要配个太阳眼镜。对，我穿 S 号就是要缩个肚子，我现在就是一直在缩肚子。对，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我自己觉得还就是小洋风。对，就是这种比较休闲比较随性的感觉。嗯。嗯，我刚刚这个 Summer 我刚刚已经有 po 了一个现实动态。真的？你 po 什么？我说因为 Summer 说我看起来比较福气，因为我刚刚有特别记得 Summer 的名字。嗯，对。但其实这个款式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 Paul 比较少出合身款式？我不知道，你可能要问大家。哦，对哦，对，这边现场有买这一件，还有刚刚一开始 Peggy 穿的花边条纹的上衣的各位吗？我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是被小杂志吸引到呢，还是被版面首图吸引到，还是款式？我是款式哎、欸，因为我就是觉得夏天蛮凉的。然后我本来就要搭一个外套，那它的这个的下半身露露，我觉得不会很贴，因为它是做 A 字的。如果它今天它是直筒的话，我不会够露。就是如果它变，那对它，因为它如果是很合的话，我不会买。但是因为它是有点 A 的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，蛮贴心的。有放在购物车内的，有放在购物车就可以分享结账了。还是说这两件都是价格很贴？两件都390，两个都390。哦，那还蛮平价的。那因为这个是阿甘，你又看不出来阿甘做那么辣的款式。对，我有惊讶，我也是惊讶。但是因为阿甘他很 care 那个版型，就是他这边这里跟这里的，就是他都觉得就是蛮，
因为他这边他也很在意，说他一定他觉得说不要穿小可爱 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不穿小可爱，我觉得有点太可能跟身形有关系。哦，对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，刚刚有说161穿会很短嘛？因为我158，161也要看你的身材。如果你是我52公斤。对，可能要比较一下，因为如果是比较比较玲珑的身材，就可能把它撑，是什么样的玲珑，就是有胸有屁股，这样就可能会把它撑得比较短。那如果是比较扁身的话，那 就可能比较长。对，三个颜色都很喜欢，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包色的款式，因为我自己小羊小羊教大家包色、哦，我自己包色啊，因为我觉得配牛仔的。牛仔外套或者各式家里的衬衫，白色衬衫也都可以。156穿会不辣吗？他是想要辣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穿。没有156穿应该也是跟这个差不多。应该，因为我们才差两公分而已。对，我觉得不会。你等一下可以穿看看，会不会有多辣？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可以穿看啊，这个我不行。它看起来合身吗？不会啊，会爆，我们两个差不多啊。我比你胖，我比较胖。哪有？有啦。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。很少这种风格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是，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的。这个 Peggy 一定也可以穿，这我比较穿，他可以穿，因为他会穿的比较健康。我穿起来就会有点，爬他会戴一个棒球帽、啊，然后穿这个爬山，对，好像他会哦，会，对啊，而且他也不用缩肚子。有人说想看可以穿，可以哦，174穿我觉得会短，对，174要买174 L 吧，因为。衣长可能要看衣长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比较矮，所以我们可以穿 S 号，对啊，嗯，我的耳环是 AA 的，所以是偷打 AA， 对，都偷打 AA， 对，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Peggy 登场，他穿今天分享加留言这个直播会抽三位送的这个荷叶洋装，还有好媳妇好媳妇洋装，这个是最后一件吗？还要再换吗？等一下雅雅会穿我明。的新品，对，那我还要换吗？看你要不要换明天的，对，哦，明天的哈，还是你还有这一拜想分享给大家的也可以。对，好。有人说希望可以多出一点辣的，辣一点的衣服。其实我们蛮多衣服都是辣的，只是可能穿在那个外国模特身上不辣，因为上次你直播穿那个绑那个也很辣，那个其实蛮辣的。红色很亮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那个绑带不是这个粗的，绑带是细的，因为我找不到这件啊，因为那个谁啊没有带来，没有细的。他原本自己是有一个细的绑带，但是今天我们手边没有，他就随便拿了一个别款的，拿了别款的红色假装一下，因为有腰身的洋装会比较好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它是有做松紧带的，你可以正常的穿，就是变成方形领。就是这边这样子有荷叶，你也可以穿成一字领的，一字领会应该会比较优雅一点，就有点像我们 model 情境照拍出来是穿一字领的，好适合吃喜酒。喜酒不能穿红色。对啊，喜酒不能穿红色，这样子新娘子会那个太亮眼了。但红色应该是比较适合，去海边吧，我觉得蛮红的。但是我就喜欢我两种穿法都蛮喜欢的，因为这样子穿的话其实有一点公主秀的感觉，可以去打牌，打牌大家很有创意，过年好像可以先穿，会赢哦，再加红内裤。我看他有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，他没有内里哦，他就是一般的，就是正常，里面没有内里，不会透，对，但是他不会透，材质是有点棉麻的感觉。想看方领背面，真的蛮。它背面已经往前一点，往一点，再一步，好好好。它的方领后面就是这样子平的，但如果你拉一字领的话，就是长这样。没关系，这样就好。好，红色也太美。一字领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别，因为它这边没有弹性。但是这边有弹性，所以基本上是还好。还有什么颜色？还有杏色，还有紫色，紫色很好看，但是因为紫色刚太皱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穿给大家看。但是紫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它是淡紫色。很多人想看没有绑带，可是没有绑带看起来就会比较宽松一点。可以啊，因为要有腰身会比较身材看起来比较好。
就是直直的感觉。其实这好像是森林系的感觉，对，站在森林里面。但是这件对我而言比较有一点宽松，好细致。如果像可鱼穿的话，应该就会很好看，就可以它就可以撑起来。对，如果是比较像我身材比较像我的话，就是建议加个绑带会比较有腰身，因为这边我会比较宽松。嗯，好，那我去换明天的。明天的秘密，等一下雅雅就会穿来了。明天先摆好那个 T 恤。哈，可以吧？明天呢，就是我们要跟一个很厉害的国际知名的一个机构，色彩权威机构公司。联名，国际联名，跨界联名。之前我们有开过直播了，所以应该有一些人已经知道，然后可能有些人已经在一些网络媒体啊，或是网红的 IG 上面有看到了。就是雅雅来为大家介绍，就是明天我们要推出的是那个 Puzzle 跟 Pantone 的合作。有人写 Pantone。帽子，然后我们三个会先介绍明天的，就是某些款式，对。然后我先介绍我身上这个好了，我身上的这个是那个针织的背心，然后这一件我有做比较厚一点点，因为我想说它已经是削肩的了，所以我不要做太薄，不然会没有挺度。所以如果比较怕热的人，我怕他们会流汗。比较怕热的人就 pass， 应该还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点这样。哦，这个怕热的人我觉得不行。对，就是有一点点厚度。台南我就不行，台南不行，台中以南，台中以南不行，台中以南哦，台中以南。就是可以自己斟酌。其实台北也很热啊，就是要冷要办公室的人我觉得可以。这个造型就是很适合上班，或者是比较晚出门，就是晚上去比较晚小坐，或是去哪里？因为这个款式好像也可以去夜店啊。对，因为它是整个是小件，然后它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厚度加一点点之外，它颜色是用 Pantone 的去特别做的颜色，所以有比较多，有两个颜色是比较特别的，黄色跟紫色，嗯，然后粉色是我们 Puzzle 的粉色。然后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个是那个印花贴，因为其实今年你看帮你这样，今年很多印花贴，然后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每次都做一样的配色的话，就是大家会比较难搭衣服，然后我们特别就做了每一个布底，然后去搭不一样的颜色，就是比较特别的颜色，你可以看你自己的下半身是穿什么的，然后去看你想要的颜色。这个那天也有先曝光过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身上穿的。对，要让大家看这么清楚吗？还是一闪而过？一闪而过。然后我裤子，哎，这是裙子，裙子也是明天很痛的，可是因为我上面已经是穿有颜色，我下面就没有搭比较特别的颜色。那它里面是安全裤的，所以就算穿起来比较短，它其实也不会曝光。但我觉得这件版型有偏小，裙子真的，嗯，因为给人看起来没有，因为给人台穿的时候很小，人台那是我招人台，人台变胖，那算裤裙吗？它是算裤裙，它里面就是安全，它里面是裤子，它里面是裤子，我很喜欢这种设计耶，因为如果里面单纯是裙子的时候，就是害羞，对，很没有安全感，就很怕曝光。然后这个是就是你要怎么样都很是挺的吗？你说这个吗？布料是算应该是算挺的，它是薄的，看起来蛮挺的。对，这样。嗯，想问 T 恤版型 ？T 恤正常吧？这个吗？这是正常版型，就是偏松一点点，适中。嗯，这配色好可爱。那一天我们穿起来是大家穿起来都是差不多，但是因为江江的手比较长，所以他看起来比较短，短袖很短，对，就只有袖长有差，其实胸围跟下摆那边没有差很多。
那你衬衫可以稍微脱掉，让大家看一下削肩背心吗？我变很黑。因为刚刚有人说想要辣妹的款式，其实这一件是雅把它遮起来，但它其实是辣妹，辣妹最爱。对对，就是削肩背心。这件 Tiffany 应该也很爱。对，可是它这边算是有包，有包覆了。对，因为这边我做比较高一点。嗯，然后背面是这样子，对，这件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。我去拿它，因为它这边其实它那个副乳那边其实是包的蛮高的，还是这件要试试看。真的，紫色，紫色很可爱，紫色很可爱，好像很少看到这种削肩背心是做紫色。这个紫色如果配奶油裤好像蛮可爱的，或者奶油的那个棉麻宽裤，长的那种好像也是可以，有点。成欧尼感觉，要不要变成熟？对。那其实今年盆痛流行的紫色是那种紫外光的那一种紫，但是因为我们怕那一种紫没有很多人敢穿，所以才会特别选就比较好驾驭的。嗯，他都会喜欢的紫色。我好像不能一直把手举起来，肌肉，我有肌肉。好，看一下，有人说我明天要包这件削肩，嗯。削肩我要等一下去试穿看看，被烧到，试穿看看再决定。然后现在、你们两个是穿同一套吗？嗯，对，我们两个穿同一个。你有露出来啊、哦？我穿黑的，好像蛮显瘦的这套。嗯，因为我想要穿辣的，所以穿黑色的。那你耳环是不是应该换大圈圈？因为找不到大圈圈的假式耳环啊。这套有这套很可爱，这套就是很休闲、休闲感觉的运动潮流感。对，那你觉得它有点短吗？因为它没有安全裤。对，就是因为我里面也只有内裤而已，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因为它比较空吧，对，也在那边躺在沙发上，好像也无所谓。这套是一起卖的，对，它是一整套的。然后它很可爱，是它有做车线在外面的感觉。对，它袖口这边，这边跟这边都是车线在外面。大家看，对，这是一起卖的，它是一整套的。然后它是裙子，嗯，对，它其实是裙子，我刚以为是运动裤，不是哎。可是我刚穿上去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是觉得蛮显瘦，就以我的身形来说，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是显瘦款，而且现在不是很流行运动感的，嗯，运动风的。穿搭，我就觉得应该要戴个帽子，我也觉得好像戴个帽子，对啊，紫色比较像韩系，然后黑色比较像欧美酷，对，就是好像对，然后因为它有帽子里面还有配色，白色你的也是白色，对，白色就是配白色感觉的，而且因为面料是那个 MIT 的，所以就是品质不错、我的是深色，怎么看起来比较胖？还是我就真的变胖了？没有啦，没有变胖。我跟你讲，是 Peggy 变瘦了。我没有变瘦啊，他一直害，他一直害别人。有几色？四个色。哇，牙大方公布，四个色在这边镜头上面看得到都是。我现在穿的是粉紫色哦，想要走一个酷的路线。可是你的那个是不是没有在正中间？哪一个？你说这个？对。真的吗？而且我全部知道好像有一点，哎呦，有点太憋了。那你可以指哎，后面有口袋哎、啊，后面有口袋一个，这而已。嗯，右边而已吗？我有问过阿甘，他说我对我就是只要一个，他是故意设计右边，就是后面有。那左撇子怎么办？左撇子要这样做，蛮有设计感。嗯，对。觉得好像真的可以买一套来穿。又觉得很可爱，他们都是穿 S。是我要穿这个里面要穿裤子。你现在很硬哎。对，运动的时候要穿裤子。我肩膀太宽。对，你刚刚有讲到，超好笑。对，洋洋比较适合粉嫩色系。对，因为小洋最近在转系。比较适合粉红色。好了，这样子对。好，我可能真的。我可能就是要走这种粉红色路线了。下身是裙子哦，但如果喜欢这种花瓣腰头的，我们还有出裤子，但是裙子是一整套的。对，裙子运动裙装好像也是第一次。有人说黑色
这里叫拳击手。我先去旁边好了，没关系，别套，没有了，对，直播差不多结束了，所以明天早上十点有重磅级国际联名款，嗯，然后，哎，你就这样拉出来好了，对啊，这样你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瘦。然后，哎，今天的直播分享加留言会送刚刚 Peggy 有穿很红的那一件，可以自己选颜色。的荷叶洋装三名哦，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。给阿吉，有人说想要你来个 freestyle， 你说我可以吗？你是说 skirt， 我最近都在看清朝剧，好吧。我要穿一件外套，我也是。有人有看那个吗？你扶摇吗？还是扶摇啊？哪一个是厚的吗？我觉得算是。就是大绒布，但是因为大绒布感觉比较不会胖，我不好意思说这种话。我是说真的啦，因为薄的布料会感觉比较。其实自己的身材，就是穿什么东西是显瘦的，什么东西是显胖，其实自己最知道。对，嗯，对了，我们一起啊。哎，今晚会有小杂志吗？有想要拿偏痛色卡，可是这个吗？哦，对啊，不是那一本，对。今晚会有小杂志，今晚会有小杂志，要问负责人。今日，今天有小杂志吗？这是Pantone，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色卡。有，今晚有小杂志可以看，像 Peggy 身上的紫色，就是我们都会猜，对，我们跟Pantone在对色的时候，就会对其中一个颜色就对很久对很久，这个都还要寄去国外跟他审核，准备蛮久。对，那雅雅身上的黄色也是。就是我也不知道哪一色，这边吧，对，这边，对，明天会抽 AA 的礼物哦，可是好像没有很踊跃，有一些，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蛮好看的，对，我有看到一些，但我还没有认真看，因为他有点忙，对，就是会有很多，就是每天都是这样，可以把色卡当买，这色卡很贵，这色卡基本要5-6千块，哇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么贵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哎，这很贵。而且这一本就是要5-6千。我们那边好多本。对，就是因为它有分什么印刷，因为它是专业的东西，是专业领域会用到的，不能随便。对，有时候大家都说可以再买一本嘛，就不行，太贵了。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印东西的时候，很容易会有色差，对，所以就是一定要靠它，一定要对色，所以它能够印成这样也是不容易。对对对。嗯，好了，那拜拜，拜拜。